随着台湾周边海域风浪逐渐变强，原本准备要出海作业的船只为了安全起见，纷纷是躲进渔港避风。渔民一早忙着收拾渔网，通力合作固定渔船，全面做好防台，担心海葵带来的强风豪雨。渔港内已经挤满躲避风雨的船只，在大雨来临之前是一刻都不敢松懈。